凯歌导演，我觉得在这句话之前加一句，我说我没啥本事，但我是个男人，是个父亲。可以，加这句是可以的。导演，啊，我假设说，那我的女儿也是孩子，她也只有18岁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那董司仪，我觉得算好的，你至少能做到一点，你不紧张。然后你们再对对词儿什么的，我们择时开始排练，好吧？你要不要听一遍我们对的词儿？我不听，我一定要让你们到了井里头，我们把调度给说舒服了，再来说词儿，好吧？啊，辛苦了，拜拜。我们先朗读一遍，我姑且去念那些形容的东西和雍正帝。甄嬛推开隔扇门，只见果亲王云里背身而立，听到动静转过身来。皇上命我至此，云里并不知圣驾不在寿康宫失礼了。听我念一遍，皇上命我至此，云里并不知圣驾不在寿康宫失礼了。你们两个现在啊，就是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声音的问题啊，是台词的问题。我们现在要先从词儿开始。我现在要你们再说一遍，你们尽可能的准确的考虑一下，在一个句子中间，哪两个字或三个字是重音所在。皇上赐的毒酒，我在家里就喝下了。他让我来就是要惩你。行，是喝下了吗？喝下去了。从头来。皇上赐的毒酒，我在家里就喝下去了。